我出门总是带着屋子。啊！戒酒从今往后，不碰杯，靠边走。谁在喝酒？谁是狗？好，哎，先喝碗养生汤吧。炸！杨少宇，那还真够管的你。滚！为什么这样？还不是喝汤的吗？没事，分海，一点小事而已。我们继续。只有我手机关机，就没人找我喝酒。对呀、哦，泽凯，拿起带头。喂，来，我感谢各位啊，血龙剑锋。黎明悄悄划破天边。啊！怎么又是这样？算了，放弃吧，泽凯，不可能只有人类可以成功戒酒了。闭嘴！只要把我自己锁下，就不可能出去喝酒。泽凯，你太聪明了吧！来，先喝杯酸奶养胃吧。亲爱的，喝那么多天了嘛，不是？咱俩当王者！滚！我操！暑假作业，我们一个字没有动，明天就要开学了。那怎么办？明天早上之前，我把一起把专把作业做完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笔记数吗？我他妈笔呢？如果感到悲伤 ，What？ 地上，下！可以躲了，快速马有什么躲的？快速号就不可以躲，那我反弹可以了。怎么可以反弹？我是不可以反弹的。然后不跟你玩了。啊、这是干嘛？我都要撒水了。哎，这还为什么我当怪兽，你当超人？别生气了，你把作业写了吧。好，一次性把它写完。哎，有没有硬币啊？这条消息我都不可能写得完的。别灰心，泽凯，来喝杯咖啡，我们通宵写。可以。亲爱的，炸！来，这款什么鼠标？咱们今晚通宵打游戏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起早睡早起，拒绝熬夜，生活作息。好，晚安，王博。晚安，泽凯。晚安，马克巴卡。啊，这个你们要。我出门总是快上号啊！今晚我上连个人头，装也死你，等这地步，快点，拼上！都没记住用户。泽凯，才凌晨三点，还有时间睡。对呀，走。你赶紧睡觉吧。晚安，泽凯。哎，楚先生在哪？哦，在我这。这样好啊，不回首啊，666！哎呀，又输了！为什么早睡这么难呢、啊？放弃吧，泽凯，你看外面天都亮了。我行了，吃个早餐吧，你的豆浆。我真的烦死了。炸！泽凯，你外卖还煮到了？外卖是不一样的东西，以后不准叫。是你自己叫的。闭嘴！以后自己做菜，拒绝外卖。好，我没有这么棒的厨具，为什么还要叫外卖啊？我天天毛病，你看冰箱怎么吃的？炸！吃外卖了。快乐去看。医生，怎么又吃上了外卖？没事，泽凯，晚饭我们自己做。上面两个蒜，那些两个葱，看你大门叫什么？都是蒜啊！我为什么就离不开外卖？算了，泽凯，不会有人真的会自己做饭吃了。哎，先喝杯养生茶，去火吧。亲爱的，一转眼大学四年就过去了。想当年，为了帮你追女孩，费尽了心思。是啊，最后都成了你的女朋友。西，这四年都想把你灌醉，却没有成功过一次。如果你给我倒了90度以下的话，还是考虑会合。那是我大学最美好的回忆啊！你大爷，现在没有酒，咱们就以茶代酒吧。好，来，干杯！哈哇伊，我还是喝这个吧。小孩，这个你们要记得吃。喂，这也可以啊？哎，这算什么？都是些美。工作辛苦了，泽凯，喝杯水吧。谢谢你，文博。不能喝，别喝，别喝，别喝！哎，起床了，喝杯水。炸！泽凯，你别这么敏感，我总不可能每次都整你吧？你神经病！那是啥的？豆浆条。买早餐你不给我买的吗？来，大家等一下。喂！哇哦！怎么又拉稀？知道啊。没事。
水啊！不，水不水？哎，你们早点说，我都来洗碗了。你看，快！啊，对，我还没可乐，我可乐哪里？可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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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乐！子凯，听说可乐可以冲下水道，哎，哎，你怎么不早说你要喝？哎呀，你看这，哎呀，你这个我要喝，好渴，哎，好渴，啊！我不行，我子凯，我这里还有最后一杯水，拿着。那我喝了，你怎么办？别管那么多了，先脱掉要紧。我没关系的。真的爱我。我这辈子再忙拿洗快递，我是你儿子。哦，子凯，哦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，给你冲了冰红茶，直接数吧。算你还有良心了。哎，我喝你那杯。没有，不都一样的吗？拿来吧你，有种干了他，走。这个子凯，我刚泡的火鸡面，挑战一下。火鸡面，这也不过如此嘛，一点都不辣。嗯，哦，啊，好了，啊，水，啊，快点，快点，水不行了，哥，啊，不行不行，爸爸，快打电话来。谁让你吃火鸡面的？啊，点辣单要喝牛奶啊。看他们难受的样子，都心疼了。爸爸，你。真的爱我。喂，哈哈哈哈，这个帅声温暖太悲。打住啊，从今天开始我不可能再跟你出去喝酒了啊，我健身我自律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我怎么会带出去喝酒呢？我是给你冲了个蛋白粉。你们好好健身。你还是这么贴心啊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我就是试试看这可不可以点燃而已嘛。哎呀，蛋白粉怎么会可以点燃呢？哎，喝杯纯牛奶吧。橙汁人参汤。还等什么呢？跑吧。啊，我再不喝酒了，好难受。你说你何必呢？一点都不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。行了，我给你冲了杯蜂蜜水，喝吧。谢谢。子凯，你放心的去吧，我会料理好你的后事的。我只是感冒而已。够了，子凯，什么都不要再说了。我给你冲了感冒冲剂，趁热喝吧。还是你关心我？废话，我们可是兄弟啊，好兄弟啊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泽哥？你怎么了？他应该是中暑了，你走开。不行，快把我泡好的盐水拿过来。哦，好。What?